李清明已经死了，我已经叫手下把他的尸首收葬，给冷凤三天的时间去逃。李清明始终是大侠，他人虽高傲，心地也窄，到底是一条硬汉。可惜，你天下第一名捕的名头，要靠不住。这点虚名，我倒不在乎。 不过还没有动手，又怎么知道我拿不到你？你看看，这样拔刀，不知道这把快刀，当年。 Ah!